原来是爱耍脾气、爱耍神气的娘娘腔啊！哦，原来你到这了啊，站在这晒太阳吗？正在等你。等我？先前不理我，现在却……少废话，拿来。拿来什么？我就没偷过，没抢过你的东西啊！你骗走的东西。哦，原来是玉山请你当打手。早知道美少女会像我要，我一定会留给你。但现在，哎，全都被我丢了，丢了！哼，你想骗谁？我为何要骗你？那些废物留着有什么用？重死了！你当真将那些东西丢了，就得赔？真要我赔？你真是为了追东西来的？那些笨蛋商人是死是活，你应该都不会放在心上才对。何况不过被骗了一些东西，这本身他们罪有应得。你是来追我的？不错，我想你小小年纪就你这么坏了，若是长大了，那还得了？你要杀我不好吧？我看你和我都还未成年，两个小孩子殴斗很难看得说。哼，杀了你本也不冤，只是年纪还小，还未必无可救药。若肯拜我为师，我好好管教管教你，也许还可成器。你想收我做徒弟啊？有你这样漂亮的小伙子做师傅，倒也不错。只是你能教我什么？扮娘娘腔？哈哈，你哪点比我强？你做我的徒弟，倒差不多。哈哈，你可知道我乃川中第一高手？哎呀，吹牛不照镜子，人间善恶圆谎的本领也可以当你师傅了。你若真是高手，就不会逃到这里来了，是吗？你既不做生意，也不像游客，却到我关外，想必是要逃避别人的追踪。你究竟是什么人？究竟是什么来历？被说中的恼羞成怒，一点底都藏不住。你管我是谁啊？能有徒弟这么不礼貌，向师傅求教？你真不要脸！要是我打铃了，你可不准赖皮不拜师。你才不能耍！谁赖皮，谁就是乌龟王八蛋。先偷再说啦。哎，他没有东西可以偷啊。好，好强，好强，好强！先补个血。哎，再放个冰心诀。然后呢，再放一个点血结脉。然后呢，再放一个段誉斩。好，这样。人长得俏些就算了。根本连个性都像女孩子，输了又不干脆。喂，你别不高兴啊！假如拜师这么困难，我也不勉强你就是了。你好狠毒，想我做乌龟王八蛋？我可没这样想。江湖中都是投师学艺以后，未奉师命是不能改服别门派的规定。你搞不好是唯我独尊派的大弟子，我怎么惹得起？唯我独尊？你是说我骄傲自大，不愿拜师？哼，想激我，你杀了我吧！怎地像女孩子这么多心思？笑笑你！他们门派的规矩，食言反悔是要割下舌头的，就是用钳子把你舌头一寸一寸拔出，让你洪亮的哀嚎声传遍整个天空，再用刀来那么一下，半数以上的人都会当场痛死。我死都不怕，还怕这些？好，你既然不怕，我就换个法子。把你绑住，送到窑子里，让那些如狼似虎的大姐姐们好好尝鲜。看你这副俏嫩模样，我还可以说些花影。不怕，不怕，我什么都不怕。我哪里没辙了？还是把你吊到树上，脱下裤子打一顿屁股，出了这口挡路的恶气，我就不用你拜师了。铁心啊，无言。你终于还是怕了吧？快叫师傅。你这恶魔！
你不叫我师父，反而叫我恶魔。好，我就教教你什么叫做说一不二。你当我不敢动手脱你裤子？师父，好徒儿乖。师父的名字叫小鱼儿，你叫什么名字？铁心兰。铁心兰，兰花的兰，自然是男儿的男。好名字。男孩子的心像铁一样坚强，不过你模样是生得像女孩子，名字却取得刚强的些。小鱼儿，你莫要走，不能走。你还有别的徒儿？妈妈真主感谢你，还在这里。不是刚刚说不理我，现在突然找我，有什么计谋？桃花，是什么事又将你拉回来？求求你别开玩笑，你打我骂我都可以，但你一定要跟我走。我不知道边疆姑娘会逼婚啊，救命啊！看你样子都快哭出来了，我这哭肿的眼睛就改名叫桃子好了。又哭又笑，妈我撒尿。方才我被你气走，越想越气，刚回村子口就远远瞧见村里出了事。只要不是逼婚，什么万事都好谈。什么大事？换上新衣服没人欣赏，发型不好看，胖了，还是你有了？你没看人家正经的样子就要耍嘴皮子讲些低级笑话？好徒儿挺照顾女孩子的嘛，小心被缠上，有死小腿都跑不掉。村子里 男人惊呼，女人哭嚎，就连牲畜也要乱叫乱跳，其中还夹着皮鞭子啪嗒啪嗒在抽人的声音，还有个破锣嗓子在大吼，谁也不准动，排成一排，小心老子宰了你。记得笑伯伯的话，江湖险恶，本事高的人多如繁星，没好处别跟人家强出头。你嗓子要是哭哑的，已经学得更像，可以说出去的。我扶下身子在草丛里爬了过去，幸好草很长，好几个强盗将我的族人和那些做生意的汉商全都赶牛赶羊的赶成一团了，不听话就受鞭子抽。我好怕，我在想他们会不会是杀你父母兄弟的强贼。先前骗你的话你也真信？不可能，我肯定不是同一帮人。草原上的强盗原来这么凶？草原上有虽有强盗，但却不是这些人。草原上的强盗虽然是汉人，但为了方便也都是穿着牧人的衣服，但这些强盗打扮我一看知道是从关内来的。他们骑的也不是战马，是穿马，战马的腿很长，穿马的腿很短，我一瞧就能分出来。这些人从关内赶来，自然不是为了抢你们的货物营养，关内的钱人总比关外多，要不为了抓你们这种美人，不然就是藏海村有什么宝物。我从这关内逃出来的徒儿很可疑。你说的很对，他们不抢东西，而是要抢人，找一个姓铁的小子。你什么都知道，一定知道他是谁。你当我全知全能的神啊，怎么可能都知道？铁心啊，你有苦就自己站出来，别把师傅拉下去混淌浑水。小玉儿，你说话啊。桃花啊，既然藏好是没救了，你不如跟我徒儿任尽天涯吧，到了江南开一家武术馆混两口饭吃是没问题的。不对不对不对，我怎么会有这种龙包徒弟？遇事退缩，别找我江氏一脉的威风，我得逼铁心啊自首才行。太好了，只要看到你自信的表情就知道没问题的。好好，这是我姓铁，我是他们要找的人。大丈夫敢做敢当，自己闯祸自己扛，自然是硬骨头的好徒弟。那些强盗中可有女子？没瞧见。好，他们既然要找我，我跟你去。你去的不行不行，只要我去才能救你的族人。为什么不行？像你这样的人去了岂非羊入虎口，我怎么忍心看你前去送死？你还是快逃吧。你以为我怕他们？像他们这样的蠢材，一百个加在一起也抵不过我一个小指头。好徒儿从本领不学就学我一招半式的不要脸，你不怕他们为何要从关内逃到这里来？莫非你怕的只是个女人，所以一听他们全是男的你就不怕了？这事不用你管。原来也不怕男人只怕女人啊，这毛病倒和我差不多，我也是一见女人就头疼。
桃花，你看我这徒弟是不是英雄？要好好把握啊！阿拉保佑铁公子。英雄救美人，佳话一大段，做师傅可不能煞风景。徒儿，快去。这师傅无情不义，也不稍微劝阻一下，这让徒儿去送死吗？小人你。英雄救美人的故事，就是越凄美越壮烈才好。我在这里等你们平安归来。不愿救你的人，阿拉保证将来也没有人会救你。铁，只要你救了我族人，我什么事都答应你。花痴。多情的姑娘，情总是不专的。这话一点都不错，铁心然这下子被他缠住，就不知道几时才能脱身了。我也瞧瞧热闹去，别让我的徒儿装了海扁，做师傅的就太没面子了。铁心然在这里，谁要来找我？小姓铁的，算你有种，总算没叫离家兄弟白等。我早已猜中是你们，我人在这里，你们当在屋子里睡懒觉吗？快点出来！村里的伙计都给我看好了，男的乱斗是杀，女的乱叫是奸了。老人小孩抬着我手的身上两巴掌，再多了我也拖一次。你们找村里的人干嘛？冤有头债有主。好样，就快放了老小跟我单挑。哈哈，你是刚出江湖的嫩鸡是不是？连我帮众都知道，第一，马贼就是要烧杀掳掠，怎么会放了人子？第二，现在不流行单挑，落单的就注血啦。喂，那东西可是在你身上？不错，但就凭你们这几块料，可还不被动它。你们若认为我到关外是躲你们，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放屁！兄弟们，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没有特技啊。道具，找点像样的角色上场好不好？兄弟在上。哦，这么多，可是我有秘技啊，就不用怕。这边试试看，不靠秘技，看能不能打死他们，应该是可以的。哼，嫩鸡！哦，他打4次哦。哼，你们本事用小手算来算去，只会欺负善狠人家。兄弟们，这是窝囊废啊！跟老子要亲自出马了。再来两个人给我圈起来打，免得这满嘴人的小子不顾村民生死，正危险的时候自个逃了。先打小兵吧。哇，54，应该可以挡住下一次攻击吧。哦，惊死人哦！
欸，我刚小心邪教不是有用一个吗？怎么刚刚还有四个？哦，铁心男二十等哦，其实蛮高等的。还可以再撑吗？先不要。哦，炎药也会补回吗？哎，没有经验值。想动我怀疑你的东西，还是先量量自己的斤量，再来插一脚。哼，本事不够就用头脑，绿萝卜的巧取，既然没办法再从你身上下手，只要你一刻钟不交出东西，我就杀一个村民。你们有没有有完没完啊？刚才咱们瞧清楚，第一个先杀你的相好。你们是卑鄙下流无耻！狗娘养的，不去动别人，敢用心动桃花？我才刚赶到，只见不成才的徒儿有骨气就没脑袋，恐怕斗不过这些耍手段的烂咖。做师傅的还是亲自出马的好。好亮丽的女孩，小仙女，小的们银烛之光不与日月争辉，就是高退。老大，咱们追了几百里，就这样陪你的婆娘。放屁！不懂事别开口。快放那位姑娘！好个婆娘，你们作恶多端，是以为放了那女子，我就放你们走？可恶，跑了一个兔崽子！没想到徒儿有这种朋友，看来不用我出手。你这马贼虽然作恶多端，但多半是嘴皮上功夫，你怎么那么残忍，要赶尽杀绝？等被他巧娘点挨几下揍也没关系，但这女孩下手毒辣，简直像在恶人谷受过特训似的。有人说越美的人越狠心，这话果然不错。别人无恙啊，给我一路逃到关外的胆小鬼也敢说教。能从你手里逃那么远的，除了我没有第二人，这不算本事吗？原来他就是一路纠缠我徒儿的女魔头，要不是铁心兰对小仙女干了什么好事，千里追情郎只要追铁心兰身上的好货，到底是什么？好，铁心兰，算你有本事，但现在你可是插翅难飞了。认输也是本事，乖乖的交出东西，我不为难好汉子。什么东西？我根本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这么好好说话，你还要装蒜？你打死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这是逼我动手？你可知道我一动手就不停的脾气吗？今天真是黄道吉日啊，所有不要命的笨徒弟也都快流出了，还死硬撑。他怀疑这种东西是我的，怎么能让给别人？不知道。樱桃，不要怕，樱桃，停下来。现在停下那个东西，这铁嘴一定不说。怎样，我的好徒儿没被人欺负吧？你怎么会？师傅还没教你一招半式，怎么能眼睁睁看徒弟被欺负？那也不用用卑鄙的手段救我，你怎么不光明正大出来对打？你脑袋果然是铁打了、啊，小仙女功夫那么高，就算硬碰也得有胜算嘛。别说这些嘛，火爆姑娘没两下就回来，快跟师傅离开这里，找家小馆子叫两碗猪脚面线压压惊。聚财术 ，OK。啊，别太手了，让我喘一下。眼不红气不喘就喊累，想必弄个手段摆脱我了。
你刚刚和李氏兄弟打了那么多场，好，咱们就进屋休息一下。这有口井，我替你打碗水解渴。师傅先进去。这小子叫我师傅准备好事，水也叫迷药，我也算老祖宗的。哈哈，好，我正好口渴了，你快打点水。可恶，我怎么头昏脑胀，天旋地转。对不起，你这一路跟着我会有危险，我不想连累你。我肚子好痛，我救你一命，你竟然敢谋杀亲师，我临终的不会放过你的。没有，我只想谋害药而已。师父临死之前想知道那东西到底是什么，不然我死不瞑目。做鬼也要缠着你。是燕，你动了什么手脚？你这里蒙汗药使我们都当开水喝，涂焦焦的米粉可是一戳就迷昏一头牛，你很幸运缠那一丁点。你想把我怎么样？有好东西藏起来，这种欺师灭祖的行为一定要彻底炮制。那你知道什么叫做人世险恶？下辈子不敢再投胎当人。嘿嘿，求求你不要，拜托别！哇，这小子粉不耐下，一下子就昏倒，只差没尿裤子。我只不过想收收身，想想那东西是什么。有杀气，这个人真奇怪，怎么躺在这里睡觉，叫也叫不醒。喂，老兄，这样睡会着凉的。怎么办？宝姐说不愿救人的人，将来没人救你。桃花，对不起啊，谁叫我刚好路过，只好自认倒霉了。你不认得此人？那谁？哎，小姑娘干什么突然在我后面啊？想吓死梁家少奶奶？你说什么？你这么年轻漂亮，不叫小姑娘，难道要叫阿姨啊？你在用那种无理的眼神看我，小心姐姐修理你。冠名汤好像有点用。阿姐别生气，你这么美，生气肤质会变差的。我真的很美吗？就算美，也不要你说。油腔滑调，要是让我找到你一点恶行，马上打给你死。喜怒无常，从小不喝青草茶，火气这么大，真要说做坏事，我被你杀死几十次都不够。是小的不敢说了。您给我说说这小子身上有没有藏宝图？原来是藏宝图啊！金银财宝我可没兴趣，现在就想法子把铁线弄醒，两个打一个，应该比较有把握。两个男人摸来摸去，会不会等当成那个了？还是等他睡饱醒来再问话嘛？不然你自己说。哼，你真以为他睡着了？他是被迷倒的。反正钱我也不想要，这铁链里面叫我两句师傅，我还是自己逃走算了。那怎么办？阿杰，我爹娘姐姐在前面镇上等我吃晚餐，既然他醒不来，我这就回去了。不准走，你去金口打口水来泼醒他。好凶，谁当你老公以后可有的受了。是，我这就去。这小子去了那么久，不会给我逃跑了吧？给我抓到就砍你一个狗腿。提个水要好久，像刮牛一样慢。我又没练过武功，而且人家肚子不舒服，只要人家总要方便一下嘛。想了很久，还是想知道藏的是什么宝物。快点弄醒他。你找死啊，笨手笨脚的。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求求三大王老小的一面，我上有七十老母，下有十几个弟妹，我不是山贼，更不准有下一次。我帮你擦干。对不起，姐姐大人大量，就饶了我吧。你不是不会武功？对啊，
姐姐腿很好看，擦着擦着，手头上就不知不觉又黏腻。那个功夫果然很健康，皮肤滑嫩又有弹性。好啊，你点我中鼻、梁丘、抚面、皮鳞，等我运功解释解释，一定把你斩成肉屑喂鱼吃。怎么办？我没那爹娘抱孙子，要被就要被杀了。这样好了，只要我现在对你，嘿嘿嘿，你总不能谋杀亲夫，我长辈也高兴，真是一举两得。我太聪明了，你敢？我一定要杀死你！我只听他们叫你小仙女，你的真名。欺负女孩子还是用人间三恶那一套最有效，不说出芳名，问你双唇不回答，只好问你的身体咯。张青，我叫小玉儿，像你这种美人千万不能忘了我名字，为了加强你的记忆，告诉你，烧了樱桃尾巴了，正是在下，我会记得很清楚。别哭别哭，我又没真的要对你怎么样，你刚才对我忽然换去，好像在叫小狗，狗舔一下主人一下，不算过分吧？而且你肝火太旺，口气会不清新哦。你敢乱讲？请你多刷牙，多喝水，多吃水果，早点睡。接吻的时候别一副臭脸。告诉你，铁西卵是我徒儿，算我造的，动到他算你倒霉。徒儿我带走了。藏宝图到底是什么秘密？哎呦，小小年纪胸型就有模有样，意外还得了？仔细瞧瞧，这美人胚子，还好我不是对男生有兴趣。方才你叫我怎么样了？也没有怎么样，只不过把你的身子从头到脚仔细搜了一遍，我还知道你叫做铁心兰。捐怕上秀的，想个办法变出藏宝图的内容。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是女人？你要知道，我年纪虽小，毕竟是个道地的男人呐、啊，真能忍得住？住口！住口！再说，我就杀了你。师徒让人悲剧，既然已经造成，说不说又有什么两样？再哭，女人也不会变成少女，还是安心当人家娘子才是。别哭了，真的配不上你，你可以嫁给别人，我保证绝不反对。相处看看，要是还过得去，你就勉强勉为其难一阵子。大家都说感情是慢慢培养的嘛。你会在危险的时候保护我，会不会养我？我这段路上早晨到这，不是一直在保护你的藏宝图，你的丈夫总该养你嘛。你可是说真的？前一句话若有谎言，天打雷劈。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那就是鱼儿上钩咯。可是欺骗纯洁少女好像被屠姑割舌头里。你说一下藏宝图的秘密，为什么小仙女要痴痴追着你？小仙女本名张青，武功不知谁传授，出道一年多，最少也有五六十武林高手在他手上。他脾气暴躁，喜怒无常，下手毒辣，江湖上人人闻名上党，走过的地方大都向他磕头。天下奇人甚多，总该有人治得住他才是。就是他心强仗义，恩怨分明，虽然对坏人手段残酷，但是武林正义之事正好闭之眼睛，让他铲奸除恶。张青爱上你的男儿身了，不然依他的本事，怎么会演出这场放了追，追到又放的闹剧？你别取笑人家了，张青他娘亲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玉娘子张三娘，一直暗恋着天下第一剑的叶澜天大侠。张青为了安慰他娘，才追着我的藏宝图。燕伯伯的藏宝图，没想到燕伯伯在二等谷中待那么久，大家都还知道他的名号，可见当年盖世神威无人能敌啊。听说十几年前，燕大侠自称进二轮谷之前，为了避免不测，将他武功秘籍及一身积蓄的宝藏全都藏到这。燕大侠已失踪多年，
现在身上得到藏宝图，变成无敌于天下。江湖心机险恶，即使像严伯伯一样，还不是在恶人谷栽跟头。我对宝扇没兴趣，还是快快离开这麻烦的女孩。好了，铁姑娘，再会啊。你说什么？自己检查一下，您可是冰清玉洁，我压根没欺负过你。我和你非亲非故，还有许多事要做，不能被个女孩缠着。拜拜。师傅，我门派里不收女弟子，你从来也没正式拜过师，就这样啦。我会不会太狠心了？你果然欺负我了。喂，你可别误会自己的清白啊！我是无情浪子，完全不怕闲言闲语啊！你自己嫁不出去，可别怪我。你欺负我，欺骗我的感情。晴天霹雳第一重。别离开！突然受惊，忽而大喜，忽而大悲，交相进攻心脉，嘴上喃喃乱语。治不好的话，可能会变成失心疯啊！额头好烫，还经受风寒。天哪！要是我害疯一个美少女，我被全天下的男人唾弃的，怎么办？上辈子我欠你什么东西？老是要拐着弯害我。前面是海验证，找下客店让你休养总可以吧？早知道二话不说就绕跑，省得和你玩什么大夫和病人的游戏。好。好，那这一集到这边结束啦。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这个追踪我 IG、FB 还有 Twitch， 那也可以加入大师的 LINE 社群，好，是牛奶大师台的 LINE 社群。那任何的影片跟资讯都会优先铺到这个 LINE 社群里面。那这个社群记得，名称要打你的 Twitch 的名称，或是 YouTube 的名称。那如果两个都没有也没关系，就打上你原本的昵称，随便一个昵称都可以啦。好，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新主要酸椒的剧情咯，谢谢各位。